Hello， 来了。啊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果冻是干嘛的啊，我再给你们讲一下。嗯，这个果冻啊，它就是酵素，然后做成这种果冻形状，让你们方便携带。它主要就是润肠通便，加快新陈代谢，帮助你们拉粑粑的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就是代谢辅助你们，下的就是减重，这样子懂吗？然后你们想要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下午的饮食注意啊。尽量吃清淡一些，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啊，就有的人他正常吃饭也可以的啊，效果真的挺好的。价格也不高，就是你们有的人啊有这种想法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啊。它这个是多种水果蔬菜发酵而成的酵素，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，你们放心用就行啊，放心去用就行。你们这个收到货以后啊，不会喝有任何问题，随时来找我就行。我现在再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果冻怎么喝啊。收到货前四天是晚上睡觉前喝，到第五天开始中午喝一条，晚上睡觉前喝一条。如果就是有些人他就喝一条，代谢都挺好的，就是排的挺好的，粑粑拉的挺好的，就正常一条就行了啊，不用加量。但有的人就是代谢不好，他喝一条不行就喝两条。还有有些就是属于那种顽固体质啊，顽固体质的话你们可以来找我的啊，可以来找我。然后喝完以后这个果冻啊，喝完平常白天一定要喝最少是两千毫升的水啊，一定是两千毫升的水。下方小黄车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自己去拍一下啊，